诶，新手礼包是不是也还没讲过啊？哦，新手礼包有礼部诶，庆典是什么？入围排行榜。特选卡奖了吗？其实我最近想要把全部的活动讲一讲。最近啊，这个游戏也是大家也是出蛮大的呀。我先赶快把下一关解一解好了，因为真的是太有趣了。我觉得它主线有点久。我是希望官方给，哦，终于有两倍数了。我是希望官方一开始就让大家加速啊，不然真的太久了。我觉得大家看这个就已经晕倒了啦。就是我觉得他的那个实战太久了，因为其实我一直觉得挂机的题材非常热门，但是就碍于有些游戏它的速度太慢了，哎，大家可能一下子就睡着了。哎，我们终于有演武场了耶！不过我们还是先讲那个好了。那我们要怎么对战呢？原来是这样。